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防化学兵、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专业会议的代表，从巍巍的世界屋脊，从茫茫的林海雪原，从祖国的边海防，从三支两军的第一线，带着千千万万战士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赤胆忠心，欢聚在人民大会堂，等待着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接见。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陈伯达、汤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同志十分高兴地来到人民大会堂，亲切探望来自祖国四方的一万多革命战士。千万颗激动的红心一起飞向毛主席，千万只高举红色宝书的手一起伸向毛主席，千万双含着幸福泪花的眼睛一起望着毛主席，千万人高呼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毛主席，您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您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您和革命战士心连心，您率领我们在革命的征途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正在指引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您老人家亲切的目光我们终身不忘，您老人家的巨手永远永远在指挥我们奋勇向前，在这最最难忘最最激动的时刻，我们怀着对您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庄严宣誓，我们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把您的伟大思想红旗举得更高更高，把您的伟大思想学得更好更好。Thank you.
和林副主席接见革命战士的最大喜讯，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军，传遍全国。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全国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这是全国军民最大的幸福。全军在沸腾，全国在沸腾。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我们处处歌颂；毛主席的伟大著作，我们天天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句句照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坚决紧跟。战士心向党，颗颗红心向太阳。敬爱的毛主席呀、啊，您的战士永远忠于您，永远紧跟着您。您老人家怎么说，我们就一定怎么做。这是千千万万革命战士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浩荡的革命大军，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指引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胜利向前，永远奋勇向前。